Hi, thank you, Jim. Hello, everybody. I'm Xiaodong from China Mobile. I'm so glad to be here to share the information about what we think from operators. Because when I look around, I found most people are from China, so I decided to use Chinese to finish my presentations. OK, 辛苦翻译了, OK, 好。 那么非常高兴啊，今天受主办方邀请， 来给大家一起, I think that I need the project. OK, I need this one, OK. 果然哈，在大神后面演讲啊，他就有些压力的哈。希望我讲完之后不会人更少啊。非常高兴啊，受主办方邀请哈，来到咱们这个会场哈，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运营商关于网络转型了5G以及开源的一些想法。我想，大家谈的很多都是变化哈，咱们这么多同志们参加开源哈，我觉得哈，就体现了咱们整个产业的转型，开源怎么驱动我们发展哈，其实是我们运营商在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关于网络转型。 以大家都非常关心的5G，还有我们开源的一些实践的工作，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想大概包括两个部分哈，第一个是关于未来网络的转型和5G这么一个非常热门的哈，应该说是运营商面临的最大挑战的一个 topic。那第二个，谈谈我们在开源方面的一些实践和期望。我想非常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应该说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哈，应该说大家都知道哈，4G的发展哈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 那么中国移动哈，在过去的一年多中哈，建设大概150万个基站，超过了全球大概1/3的这么一个规模。同时，我们也发展了已经超过了5.3亿的这么一个4G用户。曾经的话，我们中国统计过哈，我们最高的一个月哈，曾经光4G用户就发展大概2700万以上，仅仅一个 month。我经常跟国外的运营商聊天哈，他们听到这个数据哈，每次都很困惑哈，说你是不是英文不好，说错了一个0啊？ 我每次都要 confirm 一下，其实我们一个月哈，大概就可以完成国外运营商可能积累的十几年的所有的用户量。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成绩哈。当然，我们有大量的终端，我想在座的各位基本上可能都是我们的4G用户哈。当然，我们也已经开展了 Voice OLTE 哈，超过300多个城市。应该这个作为一个 background 想说明什么？就我们的网络哈还在高速的发展，不断的推进往前发展，技术进步哈在推进我们的网络的发展 ，4G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topic。 那么4G 之后我们怎么办？我想是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OK， 那么咱们中国哈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哈，叫做“不忘初心”哈，现在特别流行哈。那么我们谈了很多网络演进，我们要做5G，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究竟什么变化使运营商那么喜欢 SDN NFV， 甚至于那么拥抱开源？我想的话，不外乎两大变化驱使的运营商从内心里哈是接受这么一个新技术发展。我想第一个哈很重要的哈就是大流量的增加。 我想这个图大家都很熟悉哈。我们过去最早我们短信大概几十个字节就可以收到1毛钱这么一个量。那么越来越发展，高清化的发展不断往前推进。当前大家看的很多视频都是高清的。我想这促进了我们 4G 流量发展。再往未来走的话，可能越来越多的超高清的发展，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的 VR 技术，我们可能每一个用户最高就要消耗掉上 G 的流量。那么怎么应对这么一个需求变化？ 那么给我们提出个根本化的要求，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发展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必须用低成本的发展，必须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来 take 这些流量。我想这对应要说的话，它的生存的第一要务，我们必须能够用先进的技术哈来使我们的网络成本降低，来使用户流量能够最大限度的被 take 过来。我想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诉求啊。我想第二个哈，谈的很多的哈，就所谓的 big connection， 我们中国用叫做万物互联。 我们已经把万物互联作为中国移动未来10年以上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发展的基础了。那么我们也提出了很多目标哈，比如到哪一年我们会发展到多少亿的连接，大家谈了很多几百亿啊哈等等啊各方面的连接数量哈，确确实实哈这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空间。那大家想过没有，万物互联或大连接或者说物联网给运营商带来什么需求？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大家想过没有？其实最大的变化在于什么？它的个性化。我们过去在座的各位，我们发展一个用户哈。 可能我们开通一个数据，你成为我们的用户非常简单，它是同质化的，大家都在打电话了、发短信等等。但是万物互联可能每个用户都不一样。我们碰到过那种用户需要极低时延的，几毫秒的工业。我去过很多工厂哈，需要几毫秒的响应。我也碰到过需要大流量的、损失大流量的。我也碰到过很多像车联网的这个企业，需要很高的可靠性，这个包必须百分百的传递，不能够丢掉。那么各种各样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它给用户，它给我们运营商的网络带来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要应对这么多变化，我们要有变化性，我们要有灵活性。那么这两点的话，其实是我们归根结底，我们驱动我们发展哈，我们认为必须考虑到网络转型了，也就是近两年的主题哈，所谓的网络转型或者重构。
我想我大概在，因为我从事这个工作很长时间，大概在三四年前哈，当时我就提到这个观点，叫做网络重构。很多人不理解，说什么叫重构？运营商从来都是演进，没有人做过重构。Why we do 的重构？所以话，我们当时的话就考虑到哈，这一代网络哈，一定具有跟以前的网络完全不同的特性，导致我们不能基于网络去逐代演进了。同时的话，我们中国动大概在两年前吧，我们提出一个叫 Novonet， 有点像比较著名的 AT&T 导盟 2.0 哈，这个思想是非常接近的。我们也是希望哈，通过我们的新的架构、新的服务等等哈，能够重建我们的网络。我们当时也提出了三个 new 哈，第一个是这种所谓的新的 data center， 就用数据中心的方式组织我们网络。我们提到了哈，用 SDN 来重构我们的基础的传输网络 RP 网络。当然我们提到了很重要的哈，叫做 orchestrator， 就我们新的管理白牌方式。这个在我们内部称为三星哈。不管怎么样的话哈，我们 Novonet 是我们面向未来的网络的一个整个愿景和发展计划。那么大家可以知道哈，这个概念提了很多哈，你们做到什么程度了？大家可能会问哈，运营商是不是就会提概念哈？其实我想用几页胶片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到什么程度了，我想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哈。那第一个的话，这张图哈，我想可能有同事们看到过哈。第一，我们讲的是我们是一个重构的网络。大家知道运营商有很庞大的一个网络，我们有很多 central office， 我们的核心居房哈。那我们希望未来建个什么样的网络呢？希望建一个以 data center 为核心的重构的网络。那么我们提出了这么一个 architecture， 把整个网络分了三层。那么上面两层啊，是我们的所谓的电信的云，是我们的 cloud。 那么上面一层啊，是我们的核心的云，下面一层是边缘的云。大家可以看出来哈，这个结构啊，其实是跟我们的互联网的这个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互联网的云计算啊，讲究是集中化。什么叫云计算？就是以集中化来换取规模效应和共享效应。而电信网天生是分布化的，我大量流量需要分布到边缘去。那我们把这个设计做完之后啊，其实我们也粗估了一个量，我们发现我们的边缘的 TIC， 我们的边缘的数据中心将达到几千个数量，我们粗估算下的长期会达到3000个以上。那这个当我们讨论完之后，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云的构成方式。就电信网络这种 cloud， telecom cloud 可能是一个跟传统的互联网的组织方式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几千个云，我想没有人做过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网络。我记得我在美国的这个 OS 上，我们也讲过这个结构之后啊，很多人非常震撼，包括谷歌的很多人过来找我们聊哈，说这个网络你怎么去 build？每个云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整个网络是非常规模大的。当然逐渐的随着现在的边缘计算 5G 的发展哈，将来的这个 access point， 我们现在 4G 有150万个基站，加上两三 G 大概有200多万个基站。那么这些节点的话将逐渐智能化，最终的话也会成为智能化的节点，它也会逐渐的往虚拟化，往各种 X86 化上去演进。那么这还有百万个左右的这个接入站点哈，逐渐在演进。那么这个架构形成之后哈，可能我们的数据中心为核心的架构就构成了，我们将来的所有的电信网的这个设备，以前的软硬结合设备哈，都会逐渐往这个架构里去搬移。我想这个将促进整个网络的一个变革。那么为了应对这个巨大的网络的话，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做电信云 （Telecom Integrated Cloud）。大家看可以看到哈，我们有几千个云计算节点，我们必须一种可复制的、规模化的、能够高速复制的、能够四处去灵活部署的、不需要那么多人工干预的方式。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我们把它称为哈，我们的一个有点像我们一个集成化的、模块化的一个最小化的一个可裁剪的集合，叫 Telecom Cloud。我们最近会正式推出我们的 TIC 的第一个版本。其实我在实验室啊，已经集成了六个 TIC 完成了，就基于六个 TIC 的版本哈，也可以规模复制了。那这是我们的想法。那么第三个想法哈，其实就是我们的 Orchestration。我想今天我不多讲了，大家对 ONF 对我们那个 Project 应该比较熟悉哈。我们希望的话哈，能够有一个自动化的、全新的管理系统。来管理这么一个网络，能够用自动化来解放到我们目前这么复杂的一个网络运维体系，这么一个7x24小时的要求，我想这是我们另外一个 new 哈，所谓的 new operation。我想谈了很多网络演进哈，我们稍微花点时间谈谈 5G 哈，因为 5G 大家都比较关注哈 ，5G 的发展是在行业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发展哈。应该说 5G 的发展以超乎预期的方式，当时我们做 5G 一开始哈，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就建立一个概念哈。5G 面临是什么？面临是2020，面临的是一个新的一个时代。我们必须把 5G 做成一个真的能够赶上这个时代步伐、一个先进的网络。所以当时我们提了几个概念哈，包括 5G 必须是一个纯 hardware 的，而不是一个 hardware， 必须是一个 software 的网络，必须是一个高度集中智能与广分布的一个网络，必须是一个 RP 无处不在以及内生的 IT 网一个网络。这是我们的很多概念哈。那我们看看我们怎么做的。应该说 5G 的发展哈，大家谈到很多的 5G 哈，我在开源界里面看到很多人谈 5G， 都过来谈 5G 啊。其实
真正的 5G 发展哈，已经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在发展了。那么这是一个时间轴哈，我想大家都谈的比较多是2020规模商用，咱们国家也表态哈，2020一定要商用 5G。倒推过来哈，标准化制作哈，其实今年开始，今年年底2016年 ，5G 长到什么样哈，基本上就定义完成了。如果现在没有做 5G 的人哈，我想你在丧失一个重要的机遇哈，因为2008年的这个年终的时候 ，5G 肯定要冻结。它的版本要基本冻结，就可具有大规模部署特性了。那么今年2017年底哈 ，5G 基本上就完成了。那么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哈，中国移动在内的咱们国内哈，确实在 5G 里面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领导力作用。那么 5G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标准哈，叫做 5G 的这个 System Architecture， 就叫 5GS 哈。这两个标准分别是 TR 和这个 TS 23.502 哈，都是由中国移动来牵头的，是由我手下的一个哥们儿啊，非常优秀的一个标准化工作者哈，他做的这个 lead， 大概全球有超过70家这个合作伙伴一起来推进这个 5G 的标准。应该说哈，这个确实体现了我们 5G 整个发展哈，确实是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最终这个我们最终提出了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标准哈，大概已经有这个大概有60多家厂家参加，我们中国移动大概贡献了91个主要的贡献哈，推进了网络的发展。那我们谈了很多 5G 的这个发展，我们看看 5G 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想第一点哈，变化哈，就是所谓的 SBA 架构，叫做 Service Based Architecture。咱们做云计算的同志们可能对 SBA 很熟悉哈，那确实我们做电信的人哈，以前是没有这种思想的。那么在 5G 里面，我们第一个把整个架构推翻掉了，就是引入了 SBA 架构。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哈，左边这个图是我们 5G 的架构，是一个比较紧耦合的一个网元，有没有几大网元，像 MME 啊、Gateway 大家都很熟哈。到了 5G 之后，你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了。它整个的已经被分成了7个主要的这个微服务了，每个服务之间都用总线的这种 API 调度方式来互相服务，这使整个 5G 的网络变成一张可以互相组合、可以重新组合、可以灵活定义的一个网络。那么这一点大家听起来可能是我们 RT 产业就做了很多的哈，但却在 CT 里面很少见的。这个飞船哈，我们其实斗争了1年多的时间，跟很多全球的这种保守派哈做了很艰苦的斗争哈，终于把 SBA 架构已经作为 5G 的一个唯一的基本架构，这在标准里面写的 The only basic architecture of 5G 啊，我想这是 5G 的一个非常变化，它的灵活性、它的可组合性，我想哈都奠定了 5G 的一个灵活架构的基础。那么第二个的话，其实是我们的这种叫做 service guaranteed slicing， 我想切片哈，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哈，是 5G 中的一个基本概念。那么其实我们中国移动哈和产业合作一起哈，提出了一个叫做服务可保证的切片，也就是我将来网络中哈会为不同的服务哈提供不同的。对你看来是一个完整的网络，将我的网络切成几片，那么每一片的话根据你的特性来组合，比如有的是一个高连接性，比如我每平方公里需要100万个在线连接，有的可能需要高速性，比如我的 ULC 哈，我需要1秒到5毫秒左右的这么一个超级视野，那我的网络必须能够满足这个要求，而同时能够灵活组合。我想这是 5G 的第二个大的重要的 feature 哈。那么第三个大的 feature 哈，其实是我们中国动力一直倡导的哈，5G 必须是一个软件定义的网 5G， 不要再做一个 hardware 的 5G 了。这从3年前啊，我们这个产业就能不断的灌输这个概念，我们不要再做一个传统的硬件的方式了。那么我们希望基于我们的刚才我们的三层架构哈，将我们的 5G 哈完全放在云数据中心里面。中间的黄色哈，是我们已经将 5G 的很多 feature， 5G 的右面、C 面，包括 5G 里面的像 BPU、RIU 的这个控制面，这个它的右面、C 面哈，都平均分布在我们设想的三层结构里面。我们也是希望 5G 是一个软件定义的网 5G。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哈，我们主要的 5G 供应商哈，目前做的哈都是纯软件的版本，基本上都不再出硬件版本了。我想哈，这是奠定了 5G 整个发展的一个新的基础。我想刚才这三个方面哈，是很简要给大家讲讲哈 5G 的颠覆式变化。那从我个人做 5G 看来哈，我希望 5G 能够不负历史使命，能够真正变成一张灵活的 5G。 大家知道口号是什么，叫做垂直行业， 5G 主要是服务垂直行业。大家提到过哈，说是 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大家可以感受到啊 ，4G 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很显著的。我们在哪儿都可以享受到很便利的服务哈。像我今天早上，我就骑一段共享单车到这个会场来哈，我觉得很方便，真的是非常方便，避免我的堵车了。那么我想的话 ，5G 的口号是什么 ？5G 改变社会 ，5G 希望真正能够改变制造业。为了做 5G， 我去过很多很多的工厂，西门子工厂、海尔工厂我都去过，发现很多人对整个网络连接的需要哈，确实是很大的。但他们觉得哈，你的网络能不能精确保证我的视野，满足我的要求，能不灵活性上能够定义一个网络，他们有很多的诉求。我想哈，只有 5G 有这几个 feature 啊，才能奠定它真正能够承担它的历史使命。好，刚才简要的给大家把 5G 介绍了一下哈，我想我就不多讲了，因为时间关系哈。刚才是非常简要的把第一部分哈，把网络转型和 5G 的发展
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整个产业界哈在不断的努力哈，推进网络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是一个转型重构，而不再是一个演进。那么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哈 ，Open Source， 我们所有的人都来源于开源界哈，我们大家很关心哈，开源跟这有什么关系哈？下面我用简短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哈。我想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哈。我们运营商其实在内心里面哈是非常欢迎开源的。那么开源投入中也大概有3到4年时间了哈，很多人曾经把2016年称为电信开源的元年，这个我特别赞成哈。其实过去我们运营商都喜欢做 standardization， 做标准，标准是我们产业这种一个基石，没有标准，没有互通，没有今天的通讯业的发展，没有今天哈咱们走遍全球可以实现无缝的漫游。但是今天的话啊，随着 RCT 的融合哈，开源已经成为我们的另一只手了，所以我们把开源和标准一起哈做我们产业中的两块基石。在我们公司内部哈，其实把开源提高一个很高的高度，我们认为是左手是标准，右手是开源，我们是我们产业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那么开源不外乎哈是能够懂开源，这是我们的最低阶段哈，把开源作为一种基本的参考。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能够自主集成，把开源作为我们所有标准的一个，作为我们所有网络中间的一个部件的一个集合的一个基本的标准。第三点哈，不外乎是我们能够用开源开发自己的产品。我想这是我们想到的三个方面哈，其实我们三个方面都在设计中了。大家都知道哈，中国移动参加这个我们Linux基金会为首的开源组织哈，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哈。第一个是 ONAP，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哈，是这两年成立的新的 project 啊，目前发展速度非常快，也是由我们中国移动和 AT&T 两个大的这个运营商哈在一起驱动发展的一个开源组织哈。第二个的话是 OpenFV， 也是我们中国移动作为这个主要发起人，目前我们也是担任这个 OpenFV 的一个副的董事长。但是 ONAP 哈，最早的 ONAP 是 OpenO 嘛。我本人当时也是 OpenO 的董事长，然后现在我们也是 OpenONF 的一个 President。 那么同时的话，我们在 OpenDelete、Onos Code 包括 OpenStack 里面哈都有大量的投入，是实质性的投入。其实我们那个团队已经招了很多开发人员哈做实质性的投入。那么基于这些开源的投入哈，其实我们还做了很多实质的工作，就我们基于开源哈做我们的产品。刚才我讲了三个台阶哈，最高一个台阶就是我们做自研产品。其实运营商有个共识哈，未来的网络很可能回到了30年前的网络，运营和开发可能继续一体化，这个趋势非常明显。我们过去很多是我们是一个采购过来哈，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使用者，以后更多的可能说我们是一个制造者。所以基于这个哈，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哈，包括我们基于 ODR 的控制器完成了我们第一个 SDN 的控制器叫做 Error， 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很多公有云私有云上用了，这是中国运营商第一次哈自己做出一个商用型的面向商用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SPTN 我们传输网络里面哈做了我们的控制器，同时我们也推动了3款芯片厂家哈支持我们这种 Open Flow 南向控制的这个协议。那么我成功实现了我们的整个传输网络基于 SDN 化的发展。目前我们也有计划哈在全网部署我们的 SPTN， 能够将我们的传输网络哈实现所谓的这种 SDN 控制化。那么前段时间刚刚发布一个消息哈，我们这个就我们的 ONF 组织哈刚刚发布了一个新的 TS， 是所有 Open Flow 协议之外的第一个 TS， 就 Open Flow 第一个扩展，就在传输网这个领域中做的扩展。我想就是我们的 SPN 的第一个 TTP 哈，这是同时的话我们也在基于我们的开源和一些商用软件哈在做中国移动的这个定的交换机。我们在网络中哈已经大量部署我们自己定的交换机了，这个的话可以告诉大家哈，包括在我们的实验室、我们的实验网哈，我们也完全用中国移动自己的交换机，比如在我们的很大的一个 lab 里面啊，采购的交换机全都是我们自己基于 ODM 和我们自研的这个软件绑在一起的一个系统。应该说是哈，运营商已经逐渐走向了这个开发跟运营哈是一体化的一个发展阶段，已经实质性走出这一步了。我想这是我们的几个设想哈。那么我想哈，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ONF。其实话哈，我想大家知道哈 ，OpenO 的 ONF 哈，应该说经过了很多的发展。我们在1年左右时间哈，都实现了这个我们组织的这个扩大化和面向全球化的发展。以前的 OpenO 啊，大家更多的可能带有这个中国的色彩，现在 ONF 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被称为开源组织近两年来最大的一个开源 project。目前哈，大概有30多个 member。我们的运营商这个作为这个运营者里面哈，大概已经覆盖了全球超过60%的这个这么一个运营的一个规模哈。那么 ONF 哈，它做的其实一个网络自动化系统，我想跟这个名字大家看到哈，中间最关键就是一个自动化 automation 这个 system。其实我个人当时合并的过程中哈，我和 Jim 哈 ，Jim 泽明，我们几个人哈是一个亲历者。
中间经过很长时间谈判，我们包括和美国等等哈 ，AT&T 啊，做了大概很长时间的沟通和谈判工作。应该说哈，我们认为哈 ，ONF 哈是下一代网络自动化引领的一个核心。中国移动啊，确实把对 ONF 寄予厚望。我们把 ONF 啊作为我们未来网络的一个大脑，一个核心控制大脑，它将驱动我们整个 OSS 的发展，甚至于驱动中国移动整个将来网络面向自动化运维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 转型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更多的是我们的人和我们的企业的组织方式可能变化啊，都会基于这个开展。也希望产业界同志们哈，可以一起努力哈，能够推进 ONF 的快速发展。我想最后一张胶片哈啊，可能我时间已经到了哈，就花一点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开源项目啊下一步的一个进展的发展。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 5G 能够和开源项目真正的结合。这边我提了三个方面啊，第一个。 因为 5G 里面有很多关于编排、关于网络自动化的一个需求，我们希望 5G 的 service orchestration 哈、啊，能够在开源里面哈、啊、有 project 或者基于目前的 project 做扩展哈、啊，能够做 5G 的 service 层面的一个 orchestration。第二块的话，我们希望是 5G 的这种 open 这种 source 的方式哈、啊、能够出来。大家知道过去的两三四 G 哈、啊，虽然有这种 open EPC 等等哈、啊，做的都比较差，导致我们整个产业的创新哈、啊、一直做不起来。 很多高校都说哈，我们拿不到 5G 的这个方式的这个一些基础代码，没法基于它的做进一步的这种产业这种开放，所以我们希望哈能够有尽快的能够开展一些 5G 的 open 方式里面的一个开源组织。那第三块的话，就面向垂直行业的很多 API 以及 API 相关的 open source 啊，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开展，因为 5G 面向大量垂直行业，垂直行业是需要有参考实现，需要有 API 定义的，我们希望这一块哈可以高速的跟这个 open source 结合。目前这个方面哈，我还确实没发现到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一起来开展哈 ，open source 很多工作，应该说 5G 跟 open source 结合哈，我想是下一步我们整个包括那 foundation 也好啊，包括我们开源界哈，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哈。当然还提出了很多哈，包括开源怎么跟咱们产业这个标准化结合，包括开源怎么去发展很多的工具。我们有很多的开源，我们很多人觉得开源有点像代码对代码哈，确实不太好用。如何能够开发出很多的工具来哈，能够使产业这种能够更加容易的去用这个开源？ 这个系统哈，我想也是我们开源界面临的很多问题哈。好，我想我超一点时间哈，花点时间跟大家把我们中国移动哈，关于未来的网络的 5G， 关于我们网络转型，关于我们的开源方式投入哈，给大家做了一些整体的一个介绍哈。我想这个材料可能还是比较嗨的哈，我想在座很多人是做开发的人员哈，但是我想今天这个大会哈也不太适合讲很多的细节，同时我们欢迎大家哈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在开源社区里面讨论。 中国移动在几个社区里面，目前都比较的这个 open 哈，也非常的 active 哈。我们希望哈，真正能够把开源做我们下一代网络，包括 5G 哈转型的一个真正的基石，能够推动整个未来运营商哈，不仅单单是演进，而是在从固基础上的一个重新的发展，能够更大的发展。所以我们最后期望产业界中一起来合作哈，能够推动我们网络的发展进步，最终是造福的是像那句话说的一样哈，就是从 4G 改变这个生活到5G改变社会哈，能够开创一个 更加美好啦，更加好灿烂的一个网络的未来哈。好，感谢大家，谢谢。